Hey, what's up? This is Futura. You're watching Toys TV. 咁其實頭先都講咗話，即係大家僆仔話啲咩玩具咧？咁見到台頭都已經有三件精品喎。Thomas 同阿倫可唔可以都介紹下？如果我介紹，即係譬如我當時我哋傾製作依三款玩具出嚟嘅時候，即係估計出嚟嘅時候，就我會覺得會出咗啲草圖先嘅，即係大家會接觸出咗草圖啦。咁我初我感覺到，咦？即係唔同以前我哋自己我本身畫嘅Q 版嘅風格嘅，咁我係覺得初初咦會唔會唔係咁似啊咁樣嚇，咁就反覆改嘅，即係咁啊對方真係阿 Thomas 就真係好有耐性嘅啊，咁佢知我就算在行佢都盡量聽我嘅意見啊，咁跟住就直至到一次咧就我哋出嚟飲茶，因為初初我哋都係通電話。佢帶咗就係嗰個初版嘅真實嚟出嚟，咁我睇到真實，咦真係靚，咦原來真係嘅，俾我見到相或者圖咧係兩回事嘅，出到嚟之後我都個感覺，係即係真係感唔到啊，係好遠，我直情同譬如我當時同我同事一齊出，我當時都會同我同事講，咦真係真實揸上手真係真，即係個感覺完全，咁我相信就譬如啲。觀眾啊，聽眾，到時譬如依家睇，到時你揸到上手見到實物咧，肯定驚，可能驚驚。我唔可以又褪前翻少少，點會有呢一個 project 產生嘅咧？咁其實係呢、這個咁啊，本身畫仔都係一個神級嘅 idea， 係事實真係咁啊，橫跨咗好多年嘅不同年紀嘅人啊，咁啊，其實我哋當初做咧都係想致敬啦，或者係咁，同埋咧就係、是、想咦，大家可唔可以將呢、這個？潮玩啊，同埋呢個咁經典嘅故事可以同我一齊，咁啊，做一個即係俾人覺得係呢、這個本地性強嘅一個作品。喂，呢個其實如果純粹講下本地性咧，呢、這個真係 icon 嚟，我好 firm 我係個 icon 嚟。但其實呢個咧就我覺得係唔容易做嘅，因為就係因為太深入其實係。當我哋要做 Q 版嘅時候，又或者將佢立體化做 figure 嘅時候，其實大唔大壓力或者個包袱？好難，好難，對住你，唔係手心曬，唔會。咁啊，其實係因為就係呢個原因啦，即、就、係、是、大家對呢個國際都係一定要求，咁啊大家都要有咁啊做呢樣嘢，其實都大家都嘥咗好多時間去改，淨係個腦我哋都。我咪话头先所讲嘅就系、是，好耐性，因为佢即系我都讲头先讲话，我唔系咁熟呢样嘢，其实真系，而佢就即系会好有心机咁听我嘅意见，咁佢梗系会消化完，你知啊，有啲系佢唔讲啫，有啲系你都下山都唔做我，不如我俾啲意见你啦，咁啊尽量去吸收咗我佢覺得嘢有用嘅或者可取嘅意見，咁同埋呢套公仔，我覺得一個特別在就係佢滲入咗啲電影裏邊嘅元素啊，因為我哋先前都出過一啲咁嘅 figure 公仔，但係就都純漫畫嘅，即係我哋漫畫書裏邊嘅造型啊，嗰陣時係做雕像，係啦係啦係啦，咁呢款咧就真係完全。未接觸過，佢真係滲入咗電影嘅元素，啊啲造型啊，所有嘢，所以我見到係即係好新鮮咯。嚇咁啊，即係我自己作為一個少少嘅玩具迷咧，一諗起嗰個仔咧，就諗起啲光陽味好齊，係啦，甚至乎可能係好有殺氣啊。嗰陣時出過山雞嗰個，真係出得好靚。係啊，係啦，調翻轉而家朗膠嗰個感覺咧，又易入口咗，成件事大眾化咗，係啦，可愛咗，即係多咗一種我哋之前。喺古惑仔比較少感受得到嘅一份童真喺度，或者同埋你又加埋即係阿 Toys， 我姑且我阿 Toys， 你有呢個咁嘅感覺，即係你會覺得係接觸緊第二樣嘅古惑仔，係啦係啦，呢個新鮮感會好大衝擊。係啊，咁我就好想了解多少少啦，真其實一路做除咗頭先講溝通啊，可能試咗好多個 version 之外咧，其實難度或者挑戰最高喺邊度咧？會唔會係？喺啲武器度啊，定或者喺啲比例上面，定系某啲神水上面，即系个挑战性入边。
其實就係頭先嗰個嗰、那個啦，即係點點可以將最大挑戰性係啦，點話係點可以用呢、這個一個真人嘅比例，我變咗做呢個 Q 版，而唔會失去佢原有嗰、那個實質上係啊，係難嘅，係真係難嘅。同埋重點就係你話即係古惑仔嘅 fans 睇到一定挑你機。即是他每一个小的着眼点他都会跟你即未必会即可能即肉酸即可能会比阿伦你更加挑战的。这个贴合正事实。他的唇应该再厚一点的、哦。那搞错啊你这里的嘴不翘起的。你没搞错你的纹身不是这样的。即等等等等等的东西都会。我们拿上手一路看一路倾、啊。但我相信会满意喜欢的。真的。是你连阿伦都岌头的我真的。真的不擔心了。剛剛我就跌了一把武器了。原來武器都可以換的、哦。先補充一句暫時這個都是試版來的。是的。出到來的我相信更加不會令即絕對不會令大家失望的。一個人喎、哦、一個人。OK。啊咁啊又跌啦唔好意思啊。嗱、啊、你就咁睇啦成個 figure 拎上手啦。其實個質感實淨啦最重要呢就係嗰啲細節位喺度。即系你知古惑仔无论漫画里面又好啦，系、啦，唔同 figure 里边啲纹身，头先阿德哥都有讲啦，喂，好重点嚟嘅，佢哋每个角色嗰种 signature 嗰啲 icon 位都喺呢度，系啊，所以处理得几好啊，真系反复真系改善咗好多次，真系改咗好多次。而家慢慢俾大家睇啦，同埋呢啲一分钟自己攞出街咧，摆喺背囊度。去不同地方拍下相啊打卡咧，其實都好 OK 嘅呢個 size。其實好多呢個糖膠嘅玩呢啲朋友咧，都係咁做。係啊，所以咁樣哇，你諗下，直頭帶住浩南哥出嚟影相喎。我又鬥一鬥呢一個浩南啦。咁啊，當然啦，或者我甩咗佢啲架，唔甩佢啲架撐啦。咁啊，見到本身其實你要有呢一。个电影版的重点都会在晒度嘅，咁主要头可动啦，双臂啦，另外亦都会有一个手架位系可以俾你揸架撑嘅。咁当然重点嘅纹身会绝对俾埋你。咁今次就采用咗呢一个黑西装嗰个造型，咁就同呢一个山鸡嘅白中山装就有一个几强烈嘅对比嘅。咁都会见到大致上兜咗一个圈，其实一眼望落去就会知道发生咩事噶。咁另外，我几中意嗰条七连鞭。哇，大佬呢啲 signature 架撑嚟噶嘛？点解会有一个由头到尾拍咁耐都仲要揾个啰柚得住你嘅 character 咧？呢个背影紧要啦。或者我想讲，点样会有呢一个揾个啰柚得住你嘅角色？可以得到手呢这个本身呢就是等你转等你介绍。咁这个是本身是真的不出街的咁啊玩具 TV 的朋友呢就真的非常好啦真的有机会。咁攞架撑。本身我哋会出嗰时呢就是一个盲袋嘅是完全是见唔知嘅版是因为这个不是用钱买嘅。是啦咁啊係当其时我哋 pre-order 啦就係会係买呢两款咁、就先会送呢、一个係啦係天意色嘅点嚟㗎喇係啦咁就唔係买嘅呢个係唔係用钱係啦呢个係大天意当时我都觉得都几好奇点解会选择咗呢个角色仲係啦做呢个公仔嘅。仲有其他几个角色点解会揀揀大天意哦、因为条路其实好长，长话啲事，咁啊之后啲角色会一就出嚟嘅。哦，同埋关键有啲位就系你想买买唔到，你之后要后追咧，其实就好难啦。又变相系令到大家可以有一个即系、就是、一套储起嘅心态嘅时候咧、就要继续留意住，无论玩具 TV 好啦，玩具仔都好啦，佢哋嘅新消息发布啦，系啦，一路俾大家知道其实。
再出嘅時候有冇其他玩法呢？其實重點就頭先 Thomas 講咗啦，條路好長嘅，要養啊，係啦，包皮啊，你睇下點啦，都係用呢個模式去做噶啦，即係咁樣，即係盲盒啊，即係叫做盲袋啦，係啦。咁啊，好似頭先你一路講緊都係啲正派啊，或者到時有反派啊，咁或者係有女角啊。哦，實力，我咁樣真係好漫長啦，因為你古惑仔太咁多角色，你話大佬邊我都想做廿幾年喎，大佬真係臨尾都興奮啦，期待。咁啊，頭先有提到一啲已經係未來嘅計劃啦，其實呢個未來計劃你而家已經考慮到幾長遠噶啦，即係未來一年啦，未來十年啦。其實就即係希望咧，即係大家都中意啦。幾遠就唔知係啊。咁但係咧，譬如好似好多可能嗰陣時咁啊，除咗糖膠方面嘅，可能有機會真係頭先啊哥哥講話會真係有機會出啊，又或者有機會係出嗰啲六寸嘅好啊，出嘅係啊。嗱呢啲就係啦，之後再講啦。期待啊，因为可塑性好阔嘅，特别呢个 IP 系时装啊，你话净系换造型都已经有多玩法，系啊，再加埋一啲载具，譬如骑住电单车啊，系啦，或者唔同类型嘅一啲互动嘅玩法喺里面咧，我会觉得系开心，系多啲新鲜啲嘅呢啲咁嘅产品咧，因为好坦白讲，我哋做书嘅，我哋都系玩。或者全部將佢產品化嘅，即係尤其是呢批，我覺得即係都幾開心，即係真係有別於我哋以前做嗰啲精品啊，所以都真係個重點其實都係嗰句，我點買咧？係啊，點買？係啦，我都唔知點買，點買先？點買？咁啊，其實都地方地區方面啦，其實中港台啦都有嘅，咁啊国画方面啦，咁有呢、這个一个官方网站喺呢、這个微信上面嘅网站，咁系呢个公司系营玩潮流文化公司啦。营玩潮流文化公司，大家要 search 就 search 营玩潮流文化公司。系啦，咁啊，仲有呢、這个古惑仔官方网站啦。呢、這个就担心啦。抖音嘅商铺啦，Teddy 系啦。Teddy Boy 嘅呢個港潮專屬店，咁啊香港方面咧，咁啊有我哋呢個獨樓啦，咁啊有 IG 有 Facebook 啦，咁啊同埋仲有呢個好好拍檔出得街嘅，咁啊 Seven 啦，好多相当多渠道可以买到呢啲嘅，系啊，开心到瞓低，开心到瞓低。开心到瞓低。咁另一边厢啦，我见到台头啦，可能大家一路睇都会俾呢一张咁靓嘅卡啦，系撑住噶啦。咁啊，呢一张卡咧，嗱，净系睇正面已经咁靓啦，我哋睇埋后面。我想讲咧，玩具 TV 不嬲咧，都系呢一个嗰啲叫咩啊？自肥自肥嘅，系啦。咁所以，多谢阿林同牛佬，又要再多谢埋 Thomas。哇，闪闪亮，好靓，好靓个设计。咁啊，呢张除咗我哋可以即系咁有咁幸运，系啦，咁幸运攞到之外，有啲咩方法可以有机会拥有噶？其实。嗯，即系睇紧嗰啲都其实好想拥有。系啊，咁到平时就你哋就有嗰啲咩小游戏可以俾到观众啦，系啦。咁我哋会有嘅，有一部分我哋会去我嚟做呢、這个一个精品啦，送俾大家。系啊，咁留意啦，嚟紧啦，睇完呢段片之后咧，我哋会出一个 post， 然之后话俾大家听，究竟玩一个点样嘅可能系 Facebook 或者 IG 嘅互动啦，因为 Facebook 嘅互动啦，系啦，咁啊到时。要幸胜出嗰位朋友仔就恭喜你啦 ，OK？ 咁啊，同埋唔好漏咗就系阿德哥身上嘅。喂，我想你影一影呢一个浪呢个茄，系咪？哇！睇到背脊先知嗰份霸气啊，好自信嘅背脊啊！咩眼先？哇！好自信嘅背脊，介绍埋，介绍埋。呢件 T 紧要啊！呢件 T，Teddy Boy。
只要有自信嘅心口添喎，有紅運嘅背景，嗯。36寸嘅腰围，着得出个效果嚟嘅，真系。点系咩途径先有嘅？都系一样啊，都系大家有冇任何互动嘅，例如唔嘅 TV 咁就又系。有几多件啊，老板？系限定嘅，有5件。哇！哇！如果真系我系啱先知嘅，其实暂时未有计划，系暂时。咁大家真係留意住啦，因為我都係啱啱先知道，真係，所以即係限定都咁緊要，咁犀利真係五件，係啊，我都6件啦，唔計呢件啦，6件，仲有最緊要嗰件咧，有件德國著過嘅，呢件最呢件最咩咧？大獎啦，冇錯啦，著過，我哋唔會洗嘅，我真係唔著，所以你見咧，我又唔係叫多嘢，大佬，點樣人，我又唔係叫碟，咁所以嗱，留意住嚟緊啦，喺唔同嘅渠道啦，都會。了解得到更加新同埋更加多關於 Teddy Boy 即係古惑仔呢一個朗格系列嘅新消息啦，係啦，咁之後仲會出邊一隻咧，或者邊幾隻咧，咁就要繼續留意啦，拭目以待啦。你哋依家睇緊嘅係玩具 TV。